你看，我觉得我们都网友真的超有才，所以关于监察院这个东西，我们昨天就有讨论，昨天也超热啊，今天一样，大家气炸了。你看看网友的回应，我快笑喷了。昨天就是那个网友说嘛，这什么东东，这是一个早餐盘上的这个热狗嘛啊。然后呢，你看真的有网友去帮他算呢，橘色一条50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真的有10条，10条490万，相当于一条50万，这个你真的是太有才了，你知道吗？一条50万，我可以，可不可以分我2条？啊，还有网友说，怎么不干脆换成花妈头像呢？花妈的头毛也可以，头毛对不对？她头毛头发很特别。然后网友说，看不出百年意涵，因为这是监察院的用语啊，什么百年意涵呐、啊，这个东西很厉害，看不出百年意涵，不如换成意涵。哎，这个我赞成哎，这个很妙，女星对不对？宁可看成意涵，对，她是因为把她弄成一个那个眼睛嘛，那你看成意涵的脸很可爱啊。嗯，对哈、哦，那还有一题哈、哦，我们还是要追下这个后续，让大家非常的愤怒哈。两个钱的问题之外呢，另外啊、哦，我们的这个官员很特别，好像钱不是钱，人民的血也不是血。我们讲血汗钱，讲到血，过去是个形容词，现在真正的、哦，你知道吗？这个捐血人，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做好事嘛哈、哦。捐血人的这个血液样品呢，可以被指挥中心任意拿去说要验抗体，而这个部分呢，非常非常让大家。4月25号到7月3号有5000件的血清样本，所以抽中的几率大概是1%到2%之间呢。但是你有经过我同意吗？我捐血是要想救人，我也许并不想被你验抗体哦。那指挥中心说，如果不愿意配合血清抽验的话，10月18号前可以致电1922退出。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你拿了我的这个样本呐啊！所以大家叫陈时中叫什么？叫血液小偷。你可以这样随便偷我们的血液吗？我看到这个新闻真的是惊呆了哦。这两者之间不知道有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昨天我们讨论这一题的时候，很多网友非常愤怒，都说那这样我不要再去捐血了，我不敢捐血了。确实哦，全台湾现在是血荒哦哦，因为打疫苗也有受到一些影响。我们看到哈、哦，有些疫苗呢哈是需，像比方说 BNT 莫德纳疫苗哈、哦，在捐血的部分不需要暂缓，但是如果你打的是 AZ 跟胶身腺病毒载体的话哈，不能够立刻捐血，要14天期满之后才能够捐血。捐血全台湾现在本来就已经闹血荒了，再发现哈、哦，陈时中竟然偷大家的这个血液样本去，永平，你能够接受吗？那有记者问，有人问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通知这些人呢？你要取得他们的同意，你就可以用嘛。指挥中心的回答是因为样本数太多，逐一通知耗时耗日，你能接受吗？第一个，这个不止不能接受呢，它其实还相当程度的违法，因为我们去捐血的时候，我们知道捐血它必须的。可能考虑的这个检查，比如说他起码你要知道你是什么血型什么等等嘛。可是如果你要用我们的血啊，另外的用途去作为什么抗体的检验，作为研究等等的，这个在你去捐血的当刻呢，他一定要得到当事人签名的同意书，他才可以进行这个事情。否则就像刚才秀芳你形容的，不管你叫他是小偷，叫他怎么样，这个偷窃我们的这个隐私啊，违反这个相关法律，这个其实通通都成立的。我觉得现在台湾啊比较遇到的问题是说，这种明显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们原来有没有法可以处理？是有法，可是他会不会被处理呢？我其实相当的悲观，因为民进党执政下的不管是检察官啊，法官，我们还说他其实是另外体系的，可是检察官呢，完全都配合这个政府，就像是之前那些警察，他们可能自己心里也觉得很哀怨，可是他们还是得配合政府去用涉违法啊，去查一些只要对这个现在民进党政府不满的言论，他们可能会配合去约谈一样，就类似像这种民进党政府的高层。他不管做出多荒谬的说法或者主张或者决策，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他不会有后果。刚才我们在讨论说，陈菊作为一个这么争议的
监察院院长啊，当时还台湾很多人发动到街上去抗争，说你陈菊你不配做监察院院长，因为你当初是主张废监察院，而且你自己啊，当时在做高雄市市长的时候，官司缠身，有非常多的案子在监察院遭到弹劾。可是这样的监察院院长，自己名声已经很糟糕了。还在这个总统府秘书长案涉及到那个华航的那个走私烟的等等的这些问题，结果陈菊进到监察院，明明已经是末代了，还敢花这种钱整理中庭去换 logo 等等，这就是因为蔡英文啊，刚才我们讲啊，他一上任呢，大家就拿他跟马英九相比，他花1亿多换他的这个官邸装潢，又花4500万去买那个什么防弹车啊、每天都觉得所有人要加害他干嘛的，然后花一大堆这些钱，可是台湾已经所有监督机制都失灵了，而且在高位的人只要是民进党籍的，他完全不用付任何代价。蔡英文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大家在选票上制裁他，也没有任何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敢出来跟他对抗。那所以陈菊当然会效法啊。那像朱泽民这个随便嘴巴讲讲的，那更不要讲了。越这样子讲呢，官位越稳。那陈时中，他在做疫情指挥中心犯了多少的错误？最研究的包含3+11的决策错误，造成这么多的疫情，甚至有人因为这样子啊、这个病逝的，还有包含推动一个不成熟的高端疫苗等等，他全部什么责任都不用负。你看我们现在网友，他怎么不怕？他怎么不怕去偷人家的血呢？我们网友叫陈时中叫血牛，还有人叫他吸血鬼。对啊，他怎么不怕呢？因为他现在从研究的角度，我可以理解，他其实很想运用这些找寻多一点的样本，理解我们台湾有多少比例的是没有发病的，这个当时可能身上带有这个疫苗啊、后来产生不是疫苗了，就带有这个感染啊。然后呢，为后来产生抗体的，可是问题是你就加一个动作嘛，也并不是每个捐血人，这是你的责任啊，你本来就应该要通知，你拿人家的血不用通知别人吗？也并不是每个捐血人都会反对你嘛，对啊，甚至我认为你如果事先告知或者你去确认，大部分的人都会同意。他怎么可以讲说因为太多了，所以因为旷日费时，所以我就不通知？那这更就变形形式，怎么可以这样？这更好笑，之前。记不记得，就是大家突然之间收到一个那个什么简讯告知，说你很可能跟什么阳性确诊者在什么细胞简讯，吓死大家！110万通，是啊，110万通，5000个你都不通知，而且那个110万也是从大数据捞出来的耶，你也并不是说我随机来通知的耶，那你那个110万都可以发了，这才发5000个人，而且我们要去捐血，每个资料都填得很详尽，这是可以一一的到手机里头去询问的。所以你看到，不管是怎么会有困难，不管是朱泽民，不管是花妈，不管陈时中，看起来是三个独立的新闻，但是你想一想，这些民进党官员他们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对不对啊？